如何将书法的特点表现力融合到绘画中，一直是中国画家们努力追寻的方向。将书法融于绘画，更容易为文学和绘画搭建一座彼此沟通呼应的意境之桥，所独具的形式美感成为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方式，也是品鉴中国绘画的重要标准。在13、14世纪之交，正值盛年的画坛领袖赵孟頫用这幅锈蚀疏泥图表达了他书画同源以书入画的创作理论，为后世提供了可借鉴的充满形式感的一个标准模板。这幅图卷如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赵孟頫在围纸上自题道：石如飞白木如昼，写竹海语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其中石如飞白，意思是以飞白的笔法画石。相传东汉的书法家蔡邕看见工匠用蘸热白粉的纸刷墙，从而获得了灵感，创造出一种飞白书。这种书法的方式在行笔后，笔画中会出现部分平行的枯丝，夹杂着丝丝的白痕，故称飞白。木如昼，意思是用写大篆的方法来画树木。昼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于秦国的一种字体，亦称作大篆。赵孟頫的意思是画枯木时用中锋写大篆的方式绘出，这样点划凝重，顿挫有致。写竹还与八法通，意思是用书法中的咏字八法来画竹。咏字八法是指书写咏的八种笔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八种书写方式。赵孟頫的这首题画诗表达了他对文人绘画技法的全面总结，结合所绘对象的不同形态，用书法中的草书、隶书、篆书、楷书等各种笔法描绘对象，也就是他倡导利用书法特有的线条和节奏美参与塑造物象，表达文人心中的审美意趣。这种创作理论为唐宋以来的文人绘画找到了现实的方法论，也确立了此后元代文人画发展的新趋势。北京故宫所藏的这一卷锈蚀疏泥图大约创作于1301年前后，这时的赵孟頫大概46岁。在台北故宫还收藏由赵孟頫类似构图的另一幅疏泥锈蚀图隶柔，作于大德3年7月，即公元1299年。这幅画中对山石、树木、竹等等的处理方式也充分体现了他这一理论。画中用淡墨枯笔信手勾勒皴点，写出山石、枯木、野草和修竹，苍劲而简易，秀雅并静体。有关赵孟頫的创作理论，欢迎您查阅我的《中国美术史》系列文章。谢谢您的收看。